陈会长、严会长，诸位大德同修，大家吉祥，阿弥陀佛。刚刚我们在交流的过程，我们都举了老和尚他的教学，所以老和尚是一个很成功的老师啊。他跟佛陀学哦，跟孔老夫子学。那我们当弟子的就要看得懂，就学得到。那很抱歉哦，刚刚有误了下课时间啊，造成大家刚刚休息比较赶啊。刚刚我们是提到老和尚把三心呢改成五心，这个心境啊，是替听者着想。当我们学到这一点呢，我们不会只在讲学的时候用，我们会在什么时候用？任何时候你面对他人，这个心就起作用了。会学的人，他从一个领悟这个要替听者着想，全修在信，他这个替人设想的心提起来了，他又会全信起修，他会把这个替人着想的心用在哪？一切时候了。所以教学相长啊，礼记里面讲的我们每天在教学当中很多领悟啊，不只用在师生的互动当中了，用在一切处事待人接物当中。那我们也要去感受老和尚善巧你看真诚很容易感觉这个亲近平等觉平等心，不要分别，不要高下正觉是觉悟理智这个跟身心感觉起来比较好了解了。那你可不要又起一个念头了那古人这个经典为什么要用这个啊？以前的人水平比较高他用这个词可能都能领悟了，但是毕竟呢众生的根性是在下降的，我们是在简洁当中所以为什么每一代人都要出人才，他才能应那个时代的机。老和尚这个重点讲的这个遣词用句是很重的老和尚说的，一个弘法的人，假如他没有传人呢，他这一生的成就等于零我们感受一下，我们这一代一代人整个面对的社会背景一不一样，差别好大所以要有传承的人来应机说法那最后是慈悲这个词我们容易体会了那回向发愿心可能感觉起来稍微抽象一点了好刚刚也跟大家提到一个老师对学生他先入为主的一些观念的建立 很重要承德是回想自己初学佛听经老和尚讲的佛菩萨所讲的都是我们做得到的，他是应机
哎，这个观念我建立起来，那我听经的时候会很自然的思维怎么做，因为都是做得到的啊。那这个学习的状况就是都会想着怎么做，不会起念头说做不到，那这个影响就大咯。好，那老和尚也说了，当初讲经的时候提到说，哎，我身边的人啊，听我讲经啊，他们私底下说啊，老和尚那个是讲给初学听的，不是讲给我们听的啊。老和尚也是恨铁不成钢啊，身边那福报多大，但是假如有福报没有善根，不好学，那这个这么好的因缘福报就丧失掉了。哦，所以求学求学啊，老祖宗留这个词也有味道吧，求主动上求佛道啊，是主动要学的啊。刚刚我们陈会长有提到，有没有人是被逼来的啊？假如有，可以找我啊，我可以跟你的老跟你的领导讲一讲啊，我会告诉他，老和尚说要放是放下控制的念头，放下占有的念头，放下对立的念头啊，这个时间因缘还没到啊，这个是我的问题，因为我的魅力不够，你不要逼他的啊，强摘的瓜不甜啊。那个夏莲老有一段法语很有味道，万物皆从成熟得。我们看那些果实啊，榴莲啊，呵呵，在马来西亚讲课一定要讲榴莲啊，你在马来西亚不要讲樱桃，那是北方作物啊，这是不是又是一个教学的重点啊？你要就地取材，它感觉亲切，出言顺人心，人情事理啊都要敏锐哦。哎，这个都是我们的祖先在讲话的时候啊都会考虑到的。就像一开始跟大家提到这个探理宜柔，要放松。接下来老祖宗就悠游涵涌，鱼啊，是不是具体比喻一下？当然了，你会游泳也可以感觉一下了啊，是放松的啊。《礼记学记》讲，教学者要罕譬而喻。他用一两个譬喻啊，就让人家体会到了。体会到那个道理了。比方说举个例子，佛经里面这些东西很多的啊。佛经里面讲懈怠，懈怠就像钻睡取火，又是一个比喻了。钻钻钻，大家有没有钻睡取火过啊？你们小时候没有用过啊？我到彭亨州啊去参观原住民啊，他们现在还是这样用这种生活方式哦，真的就把火给生起来了哦。那你要生火的时候啊，转几下，好累啊，休息一下再转吧，好累啊，
你要钻到什么时候才有火？所以你懈怠了，你的学习就往后退了。学习是为了有智慧啊！你假如常常停下来，往后退了，那学到猴年马月，这个也是一个比喻了，因为没有这个月了，没有这个年了哈。啊，年是十二生肖嘛。哎，十二生肖有猴啊。哎，哦，那我得回去查一下，为什么要猴年马月？哦，就不知道啥时候了哈。好，哦，好，哦，所以这个教学者要善用譬喻，善用故事，因为一讲故事就很具体嘛，那个理就变成很具象，不抽象了。啊，你们有没有观察过老和尚讲故事？哎，论到哪个理啊，讲哪个故事最传神，最能彰显那个道理。哎，这个能力也要学哦。啊，今天晚上哈，这个赵老师给大家多讲几个故事啊。啊，我们这个肚子里面呢，货要多一点呢。啊，用现在的话叫干货要多一点。你们听不懂啊？哦，那可能是大陆的说法了。哇，你看那个干货都是香菇啦，哈，啊，这个人参啦，哈，这个都比较贵重的东西啊，所以叫干货啊。好，我们多存一点啊，肚子里多一点墨水啊。好，所以大家每一天也要。论语说的日知其所无啊，每一天没学过的我们积累积累。哦，若要功夫深呢，铁杵磨成绣花针，读书还是要下功夫的哦。滴水滴沙成塔，滴水成河了。好，而且我们本身这种好学的态度啊，也是给学生表法了。啊，当你每一天都在读书啊，学生能不能感觉到？可以的哦，你再给他做身教了。老和尚有讲过哦，他有观察方东美教授。啊，方教授他每一次。看他书房桌上都有佛书，他方教授是真正在佛法用功夫的。哎，学生会观察我们哦。哎，哦，所以我们不是在台上讲课而已哦。啊，老和尚总结华严经八个字，啊，学为人师，行为示范。哎，这八个字就是在落实《华严经》哦。落实在哪？落实在我的教学工作里面。哎，随时给学生呢做榜样了。哎，不小心咳嗽了，哎，老师咳完加了一句：“哎呀，抱歉。”哎，这是不是在？启发孩子啊，突然有个东西啊，风飞下去了啊，孩子们马上捡起来，哎，谢谢你。哎，每一天这个一举一动啊，我们要把经教用出来，都在启发孩子的善根哦。哦，所以教育应该也是 anytime anywhere。好，好，那我请教一个问题，请问有问题要问我的，请举手。你们是怕麦克风吗？
好，诸位仁者，你们好不容易跟我 face to face， 是吧？那你们都没有问题啊，只有两种情况。第一种呢，你真的啥问题都没有了。第二种呢，你没把问题重视，没放在心上，突然人家问有没有问题，想不起来了。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请问我们刚刚上了一个半小时左右的课，你们都没有问题吗？那只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我刚刚讲的你全部吸收了，我也很佩服你啊，因为刚刚讲的理啊超过30个一堂课啊，你们全部都贯通了，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呢，不懂就算了吧，啊，马马虎虎了，哎，这也是一种习惯，啊，还有第三种情况，我讲的不清楚，你们不好意思问，啊，这个刚刚有提到啊 ，MCO 刚开始的时候，啊，因为我要办 second home 啊。我当时要办的时候啊，我就想呢，别办了吧，哎呀，这些年啊跑得够多地方了，飞来飞去的，我看就别办了吧。但是我不敢自专，事虽小勿擅为，拿观音签出来，还要不要办呢？穿上上签还得办，哎，这不能随顺自己的意思啊！哦，先以前可以请示老和尚啊，老和尚圆寂了，哎，印光祖师觉得啊，这个观音签很好啊，哎，观音签你诚心去用哦，他会指导你哦。比方你有一个想法，下下签，哎，菩萨在提醒我什么？是不是哪一两个角度我没考虑啊？好，然后你一观想，是不是这个没有考虑啊？啊，是不是应该怎么样啊？哎，上上签，菩萨是法界身呐，法身，他入法身境界了。入一切众生心想中啊，他无处不在啊，众生有感，菩萨就有应啊。所以刚刚跟大家说我们后台很硬，有没有啊？我们还有一尊观世音菩萨啊，还有一尊韦陀菩萨啊，这总护法啊，我们不要自寻烦恼啊。尤其老和尚给我们的法宝啊，你只要学释迦牟尼佛，你一生佛菩萨安排，自己不操心。大家想不想过不操心的日子？你们不点头就是好日子不过了。我就想操心了，哎，操心是轮回心造轮回业哦。大家思维要细哦，观照念头要细哦。你只要是操心的事，都是轮回事。哪怕是佛门的事，你一操心还是轮回事，你挂心了。你要用经教去思维，你在办事当中，你在思维经教。
所以不是念佛堂是道场，做事情办事的时候也是道场。举个例子，开会你用情绪开会，越开越误会，开成批斗大会；你用经教呢，那就开成法会。开的过程互相赞叹，那开的是普贤菩萨的法会。你看，同一个开会可以开出不同的结果。重要的是有没有把佛法用上。当我们把佛法用在生活、工作、处事、待人，那也是一种享受哦。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怕工作？因为我们在工作当中有压力，有人事的纠葛，法没有用上。所以心中又有佛法，有佛法就有办法，没有不能解决的问题。我这么一说，没有不能解决的问题，有没有人马上冒一个念头？干嘛呢？真的吗？你就有疑了，就可以问了，我就有生意可以做了。好，我刚刚问了大家几个问题，都有两种状况，最后一个是三种状况啊。第三种状况啊，我讲到了这个典故啊，顺便把观音签介绍给你们了哈。当时候普了上上签了，好，那我要去办 second home 啊，就要多留几天了。老和尚他们先走了，留下来出家人每天不干弘法立身啊，饭会消化不良。赶快请跟我们严会长联络啊，这个他们贵府可不可以让贫僧啊？挂单几天是吗？会长很痛快就答应了哈。就到他们家，有个好处，他们家有这个那个算庭院吗？那庭院就不是封闭空间了，因为 MCO 那个一开始的时候在屋子里面不能聚会，我们就到他们的庭院聚会了。我好像还有 好多人那时候那几天有来见过我哈，我记得哈，是吧？结果有一个女士啊，我印象很深，她就拿起麦克风说了：“我们听陈德华是讲课啊，只能听懂30%-40%而已啦。”我一听。终于有人把真话告诉我了，我是在对大家满怀愧疚。所以大家假如听我讲课只有30%，这个70%拜托一下可以问哈。对啊，这个是真实的，我才知道说，可能我的职业太多了啊。这个都没有顾虑到人家听的人了，所以有没有注意我今天子曰少了一点了哈。好，所以大家有不了解的都可以写上来。那我为什么问大家这个问题呢？我刚刚已经叙述到了，我们随时都在给学生示范。弟子规有一句叫心有疑随杂记，救人问求却意。诸位老师，你有没有讲解过这一句？结果你现在遇到我一个问题都不问因为你已经豁然贯通何其自信，本自具足，人生万法
假如是这个状况，你就不用问了，但是要告诉我，因为我要请你上来讲经，哦，我就可以休息了，哦，因为你一定讲得比我好啊，哦，这个时候我要请佛注释了，哦，这个老和尚很多经教啊，就是听起来就是我们一些分别心起来了啊，砰敲你一棒，啊，把我们这个分别执着心敲掉了。啊，当时候在啊高雄净宗学会晚上就是要听道公长老讲经，啊，哎，但是晚餐听老和尚讲，刚好讲普贤十愿呢，请佛注释。啊，原话我不完全记得啊，啊，但大概老和尚有算了一笔因缘啊的账哈，老和尚说了，哦，你看这全世界70亿人口，哎，能闻佛法的有多少？啊，闻佛法。又闻正法的有多少？佛在世的时候说了，末法时期，邪师说法如恒河沙。啊，那请教大家，当你听到老和尚说末法，就是我们这个时候，邪师说法如恒河沙。代表邪的比正的多很多哦，你下一个念头是什么？这个没有标准答案哦。我们听老汉讲经啊，会自然升起一些心境哦，一些思考哦。而且听完自己会心境会改变哦，甚至会产生一种力量哦，一种动力哦。大乘佛法慈悲为本啊，我们不能没有这个本啊，没有这个本学30年还是无根之木啊。所以学大乘佛法发心为首啊，立愿居先啊，菩提心要发出来哦。啊，请问大家，我刚刚问过了，你们的亲戚里面有没有睡不着觉的？假如我们没有主动去帮忙，那我这个慈悲心还没有发得很出来哦。我们的亲戚朋友当中，现在有没有遇到邪师的？有没有偏的？我们为什么没有做什么？假如我们的慈悲心不发出来，大乘经教我们看得相应吗？我们不说别的吧，无量寿经第二品德尊普贤第二啊，心大悲，名有情，眼慈辩，受法眼，你看这些经句，于诸众生示若自己。那我们读它1000遍了，2000遍了，读经是要随文入观哦。我们读了2000遍、3000遍了，心跟这一句经句相应没有？你相应了，你读一遍。那个受用很大哦，
我刚刚跟大家提了一个重点，学佛最难的就是什么时候产生执着，你不知道。因为学佛就是放下执着，它的重点就是放下，是功夫。你能讲的天花乱坠，自立自立自私自利放不下，一点功夫都没有啊！你可以给人家讲课，人家掌声如雷，你夫妻关系处不好，一点功夫都没有，那个是骗别人而已啦。你有真诚的心，跟你最近的人都感受不到。古代读书人，他太太对他都很佩服哦。我们不能侥幸哦，都用自己的逻辑哦，要用经典的逻辑哦，不然我们这个自欺一关就破不了了。中庸说的君子之端，君子之道，从哪里看？照端于夫妇关系哦。近处不能感动，未有人及原则哦。自己的子弟不率规矩，自己的孩子都教不好，未有人教化他人者哦。大学讲齐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知哦。哎，好，我讲到这里啊，不要有人礼拜天回去啊跟组长说我不教了。我是提醒大家要务本哦，你不能出去外面教得很高兴，你自己的孩子没教啊，这本末倒置啦，要更重视这个本哦。有付出的机会，也都教学相长，在提升自己的德行，更好的把家起好，这个弘法的路啊才走得长远。我们做事不能产生后面的流弊问题，把前面的努力都抹煞掉了。要用理智，要用经教。台湾有个真实的个案呢，一个公众人物，演艺圈的，做慈善事业。后来他的儿子啊犯罪啊，被派出所抓起来了。台湾社会一片哗然，他怎么做慈善做那么多，自己的孩子都不顾啊？产生很大的反效果。请问他前面做的慈善有没有抹煞掉了？还造成问题了。哦，这佛法是学智慧哦。看事要看得深，看得远，看得深，看到问题的根本所在。再来能够看得远。我们刚刚提啊，不自欺，提醒自己。我这个慈悲心有没有发出来？是弘是愿，修学的次第，第一个是众生无边誓愿度，再来是烦恼无尽誓愿断，改习气。我们在台上的时候，能不能改习气啊？我们在讲课的时候感觉自己有点着急了，调啊，着急不调很容易上火的。急性子的人说一点脾气都没有， I can't believe it， 这不可能的。在教的时候看到有个孩子不专心，火有点上来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吧？
你说改习气在哪里改？在境界当中练啊。甚至于你一个人独处的时候，要不要改习气？独处的时候有没有境界？没有啊，没有人啊，没有事啊。有啦，那脑子里电影一直还在演啊。独处的时候，甚至梦境当中，都可以看到自己的心的状态。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梦也是道场啊，在提醒我们什么放不下，梦醒了，要带着领悟啊，把这个习气改掉哦。无有一法，不是佛法，绝了，不着相了，不执着了。你一执着了，你眼前的东西你就领悟不了，那没有佛法了。一执着啊，无量寿经都变成世间法了，拿来跟人家比谁念得多了，增长习气了，绝了，穿衣吃饭都是佛法。为什么？真心起用的地方都是佛法。吃饭心要不要用？要啊，一举手一投足都是心在起作用啊，那怎么会不是佛法？老和尚去过兰彼得好多次，那第一届第二届的学生一回忆都是什么？老和尚的眼睛眼神没有讲话哦，老和尚的眼神就是佛法啊。老和这些学生说，每一次自己没有动力的时候，一想到老和尚的眼神，就好像有一股正气上来了，眼中有慈悲啊，有柔软啊，眼中啊有对他们的祈勉啊，眼中有深邃的眼神，看得很远。这是孩子们自己去体会到的。哦，所以刚刚说次第发了愿，接下来烦恼无尽誓愿断，这是自爱，把自己坏习性去掉，才能恢复我们的真心啊，自爱才能爱人哦。法门无量誓愿学啊，我们今天来学习，除了提升自己以外，哎，我们为更多有缘的学生、有缘的众生提升我们的境界啊。当然大家不要听到这里又执着抄的笔记多就是了，这又是一种执着哦。啊，能够留在心上，从此不会消失，这才可能是我们的收获哦。请问这两个小时大家有没有曾经听到陈德哪一句话的时候，眼眶有点泛着泪水？有的话，可不可以分享一下？又遇到一个困难了啊！这一次就是让你们突破讲话的恐惧，要想不想突破？下次吧。告诉大家，突破习气只要有念头是下次，你这辈子不可能了。突破习气都要迎难而上啊，不计成败，退下来了再上，百折不挠才能冲过去哦。
纵使身子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下莲老为什么说不计成败？这是他修行过来人的心声哦，不顾生死，死都不怕，就怕习气现前，就怕念头不对。好，我讲完这段话也不能产生执着，我都讲到这样了，你们还不讲话吗？你看哦，哦，两个人讲，两个人举手了，生意来了，生意来了哈。哦，我是要告诉大家哈，刚刚两个举手，一定让他们讲哈。我是要告诉大家，讲台是 very dangerous， 因为你不知不觉就要讲别人了，你不赶快拉回来哦，你就着相了。我都讲到这样了，你们还不举手吗？那我就执着了，我就堕落了。哎，有请。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陈会长啊，陈道法师，各位啊，老师们啊，中午吉祥。我是黄玉莲，来自甲东净宗学会。刚才老师有说在这两个小时里面，你听到哪一句是令到你有感触，还而且想流眼泪流下来那一句？我突然想到老师有说，你身边的人有没有睡不着？那么我就想到我的母亲，因为母亲已经有失眠的那个情况已经很多年了，自从我的父亲往生已经有六七年了，他都没有一天睡好。但是玉莲觉得自己很不孝，没有做到给母亲安下心。但是母亲有去看医生，医生说是他的颈部，因为他疼痛，他睡不着，是因为他颈部老化了。母亲今年是73岁哦，73岁。然后为什么我这样提出呢？因为刚刚上个星期，我突然收到弟弟的一个message， 就是那个信息，就是说母亲要自杀。我那一天就很怕。然后说全部孩子，全部我有三个弟弟，他说你们快点回来，母亲要自杀。我就问他到底发生什么事，为什么母亲会有这个念头。当下的我就赶快回去家里看母亲，母亲就躺在床上，原来是母亲是担心我的弟弟，因为他跟我的大弟有冲突，因为有一点小事有那个吵架，所以弟弟就没有理母亲，而母亲是最疼爱这个弟弟的，所以他就放不下心。玉莲就忽略了这一方面，没有给他就是没有去关心他。直到母亲有这个执着执念放不下，其实那一天他真的是拿了那个厕所的那个洗衣服的那个液体，他已经要喝下去了。幸好我的最小的弟弟第三弟他就抢了，母亲就没有喝下去。我很惭愧，我不知道要怎样做。阿弥陀佛。好，谢谢。黄居士啊，比方陈德呢，在听这个黄居士他谈到家里的这个事，首先呢，我们能感同身受，有这种情况的话，那
他的母亲，包含他的家人是什么感受。再来就是我有思维到呢，假如佛法我们不能用在解决我们家庭的问题，请问我们的信心有多高？哎，这个问题大家要思考哦。当你自己不能用在自己的生活当中解决问题，你再去给人家讲佛法，给孩子讲佛法的时候，你的摄受力有多高？所以儒家这个次第啊，还是很重要哦。身修而后家齐，我们自己的身心有没有得到佛法的利益了？再来，你那个医报啊，你是随着你近的慢慢推演出去哦。你家都不顾了，你要去顾社会大众，人家不会认可的啊。哦，所以你看那个医报是不断慢慢，哎，从自身到我的家庭是正报表法，啊，哎，到我的家族、我的社区，哎，这很有味道了。啊，这个次第蛮重要的哦。再来，我们当子女的，假如不能体会到母亲心里在想什么，我们在教书的时候，我们能体会得了学生在想什么吗？啊，我现在给大家设问的问题，都是务本的问题哦。刚好因为最近啊，跟汉学院的学生呢讲四书，第一步就是大学，物有本末，事有终始啊，知所先后，则敬道矣啊。先做什么，后做什么，这个不能不清楚啊。哦，那我们想起这些事啊，这是我们孝心流露出来了。惭愧是非常可贵的善根。哦，我们有11个善根呢，惭跟愧就占了两种了。而我们也要体会到身体的问题跟人事的问题一样，越早处理越好处理，这个都要我们自己去感受哦。因为我有处理过一些团体的问题，他们可能是十几年的心结了，有时候他们都很信任我，我也搬不动哦。因为彼此的那种成见太深了，其实我们现在说要听父母话，要听老师话，不容易啊。听自己话最容易啦。但是因为我们不是从小扎根的，以前的人，你看老和尚说他这一生的成就，因为念念不离孝亲尊师啊。这是老和尚成就的关键啊。所以学佛从孝亲尊师开始，成佛也是孝亲尊师圆满啊。所以我们当学生的不能说那个是讲给初学听的，不是讲给我们听的。佛法从初到中就是三皈依啊，就是孝亲尊师啊，怎么可以说学久了之后变成佛游子了，觉得这个我不用听了，那
不就把自己给卖掉了？承德自己的观察，现在的人心有千千结啊，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刚开始我跟大家谈到，我们能相聚啊，都是因缘，容不容易？不容易啊！一个人他就要很多缘具足，他才来得了。所以我们要珍惜因缘哦。而这一句“万法因缘所生”，请问这一句话在哪里？在我们今天相聚而已吗？在哪？有没有听过佛法无边？请问今天这个黄居士，他母亲这个事是不是因缘所生法？对呀、啊，佛法好不好用？我们要用上啊！而且你不用就越来越生疏啊，你越用越得力。越用越有体悟啊！越用信心越增长啊！信心不进则退哦。你用不出来，无形当中这个信心会减少哦。好，那我们就要去分析了因缘。好，那身体有问题啊，那有可能都跟无微不施有关呢、啊。你不能只着在那个相啊，啊，身体不舒服了，可能因跟伤了众生有关系了。好，那缘分。那可能有生理上的因素，也有心理上的因素啊。你看人心不放松的时候啊，你的肌肉就是紧的，它会牵动你的这些骨骼的。所以你去遇到很高明的医生，给你咔咔咔咔回来了，是吧？你很高兴，回去三四天又开始痛了，因为身心没有放松啊。不过该咔咔还是得去咔咔一下、哦、然后还是要找技术好的啊，不要去遇到冤亲债主啊、哦。这身体健康也不能掉以轻心、哦、还有法身慧命啊，也不能掉以轻心、哦、我们能分析出来这些因跟缘，进一步把不好的因跟缘去调整，去放下，承德感觉啊，现在要解决问题啊，多管齐下，不是双管了、啊、现在双管来不及了，社会的复杂度啊，不知道比100年前多多少倍了。我们来算一笔账吧，我们现在的烦恼比100年前的人多几倍。以前的烦恼没有滑手机的烦恼，你看我们每一次滑完了，一个小时过去了，哎呀，又这样了。哎，这会不会气馁啊？会啊。所以学佛就是转境界，现在先转手机。啊，对啊，你不转他，他转你哎。若能转物，则同如来。啊，这个是《楞严经》上说的。你不转他，他就转你哦，不是手机而已哦，你遇到的每个人、每件事、每个物品，你看到榴莲，会不会被他转？你要转它，嗯。
把它拿来招待贵宾，功德无量。哎呀，你不要把它变成贪心哦。好，哎，我们有认识那个咔咔很厉害的啊，事后再跟你分享。你看，我们有后台啊，大家同一条船上的人啊，啊，我们是 on the same boat， 啊 ，on 阿弥陀佛 boat， 是吗？哎，我的英文有 a little， 哎，进步啊，哎。这个即将来的境界啊，得要好好做准备了哈。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哈，要慢慢考了啊。最近听到一个好消息，雅思的考试呢，现在是，比方说你的听力没有过而已，以后就考听力就好了。哎呀，你看，老天爷可能看到我这个程度这么差的人要考雅思了。突然改变政策，哎，这个虽然是笑话啊，佛菩萨很厉害的啊。我当初好像是25岁那个时候啊，跑到台东去旅游啊，想一想玩几天就要回来西方，西部赚钱了哈。结果去了之后一住了7个月。然后呢，还有人找我小学代课。那小学代课薪水不错的啊。那一年，前一年是高中毕业就可以代课了，刚好我去的那一年调成大学毕业才可以代课。本来都是亲戚朋友早就拿去了，结果一改，哇，没有大学生。才找到我啊，才让我走上小学教育的路啊。哦，这个冥冥中啊，佛菩萨很厉害哦，连灾难都可以运用哦。我当时在澳洲建中学院啊，澳洲那时候百年旱灾哦，促成我跟杨老师见面哦。为什么？因为一烧起来啊，烟雾太多啊，很多路封掉啊。杨老师他们是受邀的讲课贵宾啊，讲完课就上 high field 了。那是老和尚招待贵宾的地方 high field 了，所以我们根本没有见面的机会了。结果那一天他们开了几个小时啊，上不去，算了算了，先学。回学院吃饭吧，吃晚饭。到了才4点多啊，4点左右啊。看看今天啊，这个佛堂谁讲课？结果一进来，我讲。为什么是我讲？因为老和尚那时候找英文很好的弟子。去收集西方用科学研究轮回转世的这些例子资料，翻成中文上台分享给我们参加佛学讲座的学员啊，我也是学员啊，70天的佛学讲座，结果有一个英文不错的人。他5天后要上台，他拿着他的资料跑到我面前，你比我更适合讲，然后他就走了，我连 say no 的 opportunity 都没有。然后我一拿来，5天以后拿到之后，先回到房间住的地方上厕所，
好，因为开始紧张，马上胃就有反应了，然后就开始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赶快念佛了，不然这个紧张的情绪没有办法浮下来了。念佛要在这些境界练的啊。后来开始找英文好的人帮忙了，5天之后我就上台了。结果当时杨老师就走进来了，哎，这个人还有一点天分哦，他就 focus 我了，所以我才去海口啊。你说佛菩萨厉不厉害？连百年旱灾都可以做缘，所以有智慧好不好？所以为什么老和尚说佛菩萨安排？因为佛菩萨的智慧是看全局，而且他可以看很远，500世他都看得到。我们想不到那么多的啦。我请教大家，中国大陆那么大，假如是你，你去弘扬中华文化，第一个城市是什么？来，大家思维一下，第一个城市是什么？谁会想到海口？没人想到啦，那是古代被贬的最远的地方啊。贬到那里的人基本上是活不了啦。哎，但是那个整个因缘佛菩萨清楚，其他地方的理念呢、啊，都是只是注重读跟背而已啦。但是这个缘是老和尚指导的、啊、第一堂课讲什么？如何落实德行教育啊。所以陈德也是经历一些事啊，更相信佛菩萨安排，自己不操心啊。我是后知后觉的，也是走过来慢慢看，哎呦真的哦。但是也不能每一次都是后面才知道了，慢慢经过一些人生的阅历了，也要积累经验了。好，哦哦，哎，我们有人举手，你下一位来，我的生意越来越好了。来，下一那个梅芬啊、哦，有请。哦，我会记录一下啊、哦，有发言过的人，不管是分享还是问问题啊、哦，希望这一次啊，大家都能突破自己。OK？ 好，有请。尊敬的全德法师，尊敬的陈会长、严会长，各位老师，大家下午好。其实美芬是看到没有人举手，所以才举手。但是，很感谢法师就是这样问了、啊，这样子美芬才有机会发言。然后最近感觉到自己的心也是。没有出学佛的时候那么定啊，而且好像有一点阻塞。也导致因为自己有这个执着啊，然后学佛以来，然后最近生病最久的就是生病了2个星期啊，中医师就讲是那个中感冒啊，其实一路以来都没有试过生病2个星期。一个礼拜就好了，所以这个生病呢，就给美芬有一个反省的这个机会，就自己有做了一些反省啦，就是在每日的这个生活当中啊，自己就没有做好这个中枢之道，就是以前是做得到。然后最近就推行了，特别是因为最近就是比较忙啊，但是这个也不是一个借口啊，感觉到自己是推行了，这个是一个点。然后中枢之道，这个道理是明白，但是
在例行，就是面对每天的人事物当中，就感觉到自己的这个心啊，会偏去很想，就是不要这么辛苦啊，很想就是看看戏啊，自己放松啊，陪一下家人啊，这样子。然后感觉到就是自己的心呢，好像知道这个事情是应该做的，但是那个心呢，那个心态呢，又就是好像挣扎，同时就是有这个天使跟魔鬼又出来了。对，所以这一次生病，美芬就感受到就是有一个体会，就是明白到这个古圣先贤他们一路走来真的是不容易啊，就是每一天要经历这么多的这个事情，到最后他们成就了，然后把他们的教诲传给我们。美芬就有这个体会，这一次生病，所以就算是生病了，还是要继续做下去了，还是要有那个把自己的心，要把那个正念啊提起来，这样子咯，所以不可以再说啊，想要玩乐，就不要把自己的责任提起来，这样子，因为喜乐过后啊，那个痛苦就会来了，感受得到。第一就自己生病了啊，然后还有就是自己的心要随顺圣贤教诲咯，不能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不然的话会生病两个星期啊。除了跟老师报告这一点，就是美芬自己的啊，对不起，刚刚没有跟大家介绍，美芬姓冯，来自莲池敬宗学会啊，请大家多多指教啊。还有另外一个算是问题吧，也这边就是有这个机会带自己的父亲忏悔啊，因为这个过年的期间哦，就新加坡的那个大姑啊，他就过来美芬的家，然后因为年老的长辈啊，他们都会聊一些以前他们小时候经历的东西，然后他们在聊的过程当中，他们就他们讲的这些都是有一点比较负面的话题啊，然后美芬就看到有一个机会，就跟他们分享了这个大顺的故事，然后也就是有跟爸爸讲，就是父亲啊，跟他讲要念佛啊，这样子啊，然后这边美芬要带父亲忏悔啊，就是他当时候呢，他就在就是众人当中面前，他就讲了一句有一点不恭敬的话，他说我阿弥不下陀佛，这一句话美芬就感到很难过啊，因为美芬本以为呢，就是大姑那时候年老啊，她就身体弱啊，从医院出来，然后美芬就带着劝爸爸一起去看这个大姑，然后劝大姑念佛的，然后那时候爸爸还把那个佛珠戴在他自己的颈上，然后就很欢喜的劝大姑念佛，但是爸爸就讲了这么一句话，就感受到就是这几年一直劝他，一直为他做的东西，好像都还没有得到他的那个信任啊。然后最近呢，他就新年过后呢，可能他就是有收了这个果报咯。他就有一次他在家里，他就倒垃圾倒垃圾，然后他就站着，然后他弯腰，然后他的左边的大腿的那个筋啊就拉到了，然后现在还是他说很痛，
美芬就知道应该是那个果来了，然后美芬就有了，最近就一直劝他去看这个针，看中医针灸，然后也是劝他念佛，他也是不肯的，他说啊，你的妈妈替我念就好了，他就是不肯念，就是不肯念，然后美芬自己就有诵经回向给他了，啊，就希望他慢慢好起来，啊，然后阿弥芬的报告就到这里哈，谢谢大家的聆听，阿弥陀佛。好，谢谢美芬分享哈。当然我们在听别人分享啊，啊也能够拉回来啊，自我关照啊，这样也会很有收获。那我们刚刚话题聊开来啊，就是万法因缘所生。哎，刚刚梅芬也有流泪哈，讲到爸爸的时候，爸爸不听，啊，这个流泪是个果啊，缘是他爸爸的情况啊，因是什么？因是我们有求的心，哎，这个为什么学佛啊，般若很重要？你一有着相了，我劝好几次了，这是不是着相？对呀，啊，了凡四训说的。内不见己，外不见人，终不见所思之物。啊，你用言语在劝爸爸，你也不能着这个相，因为呢，你着这个相就会影响你的心态，你的言语也会影响哦，你就会有一点急哦，有一点不耐烦哦，我们又察觉不到哦，最后结论。可能都是外面造成的哦，不是这个因哦。三十信念不能白做，诸苦皆从贪欲起，贪求啊！哎，我们不要一听到贪欲起就是哇，要赚一千令吉呀，啊，不是这个意义哦。我们有时候一想就是可能是什么，就不觉得那个话是在讲自己了。其实只要我们有难受了，就是诸苦，要把原因找到啊，才能把这个苦去掉哦。人无求了，大半的苦就没了，你就是该怎么做怎么做，不要去求结果，你就没那些苦了。古人说人生解知足，烦恼一时除，哦，你看我们从这一个问题啊，全部用这一句话都能解。为什么阿弥不下陀佛？这是结果啊，找到原因我们才能改善啊。所以今天我们刚刚说的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正觉你在面对事的时候没有感性的烦恼，那个自我感受一上来啊，它就控制你了。我们现在要对自己的状态身心状态要敏锐哦，难过的感受情绪一上来，赶快阿弥陀佛把它下去，以理则情，用理智要调伏情势，然后你一理智下来了，你就会去思维，哎，父亲讲这个话他心里是什么状态，什么事情造成他现在的这个状态，
没有事不能解决的。你只要把那个造成这个不好的果的因缘去掉，又种好的因跟缘，因是主要的条件，缘是次要的条件。所以不是大自然是因缘所生的，事情都一样的。但是要赶快哦，因为身体拖越久越不好治，问题拖越久也是比较不好解决。啊，像重感冒是果，因有可能是这一段时间可能太透支了，可能是我们的性格啊，有时候一做事啊陷进去了。我也是这种性格，我也是一直在练，我也曾经趴下去哦，比你严重多了。你是一个礼拜哦，我是将近一年哦，睡不着觉哦。我这从出生没吃过苦的人哦，不食人间烟火啊，不知道世间人的苦难啊。哇，我自己曾经经历过来，我现在一听到人家睡不着觉，哦，畏诸数类，坐不请之忧。哎，好，那我们思维因缘在哪？思维根本在哪？哦，你看，凡为邪所夺者，那外面有很多这个病毒啊，皆正不足，我们的正气不足了。哦，可能你吃的食物啊，是不是太凉了喽？睡眠不够喽？因为补阳气比补正气，睡眠很好啊。动的不够喽，动生阳，喜生阳。你最近笑得太少了，免疫力系统下降了。哎，可能最近没有听我讲笑话了。哎，你可能这段时间没有听我讲课，猜测猜测哦。哎，不能一天不听经哦，不然我们的状态会退哦。古人可以撑三天，三日不读书，面目可憎。我们可能撑不了三天啊。我是一有空我就要听老汉讲经，不然我就会明显感觉我的状态在往后退。所以你那个退是很正常的哦。我现在也常常退哦，但是我会赶快要听经哦。你一专注了，你的心就不陷在那个问题里面了。然后你一听经或者念佛，你心一清净了，有时候那个事就想通了。啊，不敢不听经哦，不敢不念佛。我现在在线上哦，只要我晚上没有事啊，我一定安排半个小时领证念佛。哦 ，very enjoy， 啊、哦，很享受啊。哎呀。这个称名时及遇光时，珍重此时莫空过啊！你念佛的时候就是遇佛光的时候了啊。那你一念佛半个小时啊，别人盯着你啊，你也不敢打闲岔啦啊，这总要逼自己用功。嗯，好，那这个。每一分的领导假如在的话啊，你们不要去调查啊，哎，不要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啥时候都要敏锐一点啊，不要管那个跟往生没有关系的事情，别打闲岔啊。哎，我们是借由一个因缘的，该提的点提一提，不然过了这一个村呢就没有那个店了。当我们听到下属分享，我们是不是给他的工作量太大了？哦，要敏锐啊，不要这当领导了，马上过去。发心容易，恒心难啊，继续保持啊。纵使身子住无松，如是愿心永不退。你看，道理就压过去了，一点
人情味都没有，一点人情味都没有。这个是因为没有学儒家做人的基础，直接跳大乘佛法的问题。要调剂人情啊，才能发明事理啊。你要劝一个人，你要先肯定他的优点，他的付出，他听了很高兴啊，你跟我讲国的啦，跟我同一国的，你再劝他，他觉得你是为他好，你都还没有让他欢喜，你就，我跟你说，你有一个毛病。他下一个念头，你就没毛病了。所以你出言要顺人心啊，你这个不能不考虑了。好，现在要考虑吃饭时间到了啊。好，谢谢大家，阿弥陀佛。